冰岛美综合报道。华氏高层人事大地震，总经理郭建宏被董事长陈玉秀罢免，要求下台。陈玉秀甚至拿一张发票指控郭建宏做假账。不过却有华氏员工爆料，陈玉秀干律师大运的计，捏起采购以朋友的产品印制上他父亲的画作制作记，免费自肥，金额高达2000万。相比郭建宏只因7000元的发票就拔掉总经理职位，员工制已随便花掉200万的董事长是不是更应该下台？ FJ 报道，陈玉秀的爸爸杯事件引发员工不满。该员工爆料，当时是大运即面品采购过程，本来呢已确定制作保温钢杯以及多功能休闲包，正准备与厂商签约，没想到就在签约前一刻突然接到上头指示，这些礼品不具备代表华氏和氏大运的意义，应另选些面品，于是就有了总金额高达2000万的爸爸杯。对此陈玉秀15日回应，一气一把表示父亲的画作室无偿授权，并强调是员工提出制作纪念碑，所以也不清楚制作费多寡。华氏前总经理郭建宏、记者陈义宽社陈玉秀又被暴动公款200万制作爸爸杯，记者王文林社